手持魔球，将珠子打乱，通过方块依次移动四颗珠子，将对应另一面颜色的两颗珠子移到最中间方块旋转替换。当同一面只有两种颜色珠子时，移动珠子使相同颜色再同一侧。另一种玩法则是把两种颜色珠子插花式移在一起，最后呈现两色相间效果即可。快来挑战更多关卡吧。